for Sim Buehler, and he could not complete the play. Sam just faster than everybody. Yeah, blows by. Back to Anthony Tucker. Tucker! 38 seconds left, and it looks like the Dreamers. Game ends with the Dreamers on top, and he gets showered with MVP chants in his very first game here in Season 10 of the ABL. Here, the Taipei helping basketball gymnasium between the. 这叫梦想家，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其实我们这股东串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有梦。那我们这个梦是什么？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第一个当然是兴趣，我们喜欢篮球。但第二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其实我们希望台湾的篮球职业化，不是只是喊口号，我们想要。帮助台湾的篮球环境更好，给选手更好的环境。世界各国的职业运动一定是主客场，主客场制几乎没有不是主客场制，因为只有主客场制能够凝聚观众对这个球队的认同，他才会进场支持或者看他的球赛。所以看能不能 ABL 加上我们几个来试看看，能不能做出让台湾篮球有可能有主客场制。那我们。最后决定加入 ABL 也是看中他们主客场的这个制度，因为透过主场的经营，才能够创造球迷想要进场的这种观赛的体验，或是看球的气氛。那经营得好的话，球迷愿意捧场，球团还有这个门票、转播赞助和商品的收入，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那球团也比较愿意去投资在把这些好的球星留在台湾，然后让球迷可以。享受看他们打球。我们这次去 ABL 也是想要证明，就是说球团只要认真用心经营的话，球迷还是愿意进场。然后也证明说主客场这个制度是对的方向。然后也证明说台湾还是可以有，还是可以做职业联赛。对，所以我想就是对我们来讲，等待可能就不是一个办法，不会看到改变，所以。重点还是要去做。那虽然去做主场的经营会在成本上有更高的这个支出，但是至少这个努力是对未来看得到一些机会。追根究底，就是要把台湾篮球的热潮还要再带回来，把市场带回来，这些东西都带回来。那透过我们希望透过ABL的这个经营的这些累积跟商业模式的验证。或许这个市场活络起来以后，各方的资源就开始进来，那开始，或许未来本土也可以有一个真正的职业。